多谢武秀来看一个抓歹人惊险的现场。高雄市林雅分局警方站的九点外，有民众通报讲有一台车乌白停，警方到现场时，将违规这台白色轿车来前后包围。因为车主一日看到警方拒绝接受检查，佮拍算赛车要弄远景，一直站油门，完全无顾警方安危，佮硬切出去，前后弄到两台车，最后嘛是被警方抓到。住手！这边为完警把轿车包围，提警棍，直接敲挡风玻璃。轿车驾驶直直打油门，而且搁加速。无咧管警方甲阻挡，佮直接弄对一台直行车辆，叫嘛随驶警车夹入，红龙对黑色轿车正面严重毁损，驾驶嘛惊一跳。我只是这样开过来，就是突然就整个被撞到，叫天旋地转这样子。代志发生伫昨暗时九点外，地点伫高雄市林雅区民德和河南路口，弄个真大声，附近的居民嘛惊一跳。啊，就是砰一下做大声，我拢学拢想我听砰砰砰，我以为是枪声，我就赶快跑进来。当时协会警方拦截一台违停的轿车，赛车的查甫人起见，搁要弄远景，防御的过程搁弄到两台轿车。开车发现远景靠近，立即倒车冲撞警车。远景见状，立即以破窗器。制止并喷洒辣椒水。查甫人想买下架车，等伫路边逃走，警用照车牌顺线去甲玉伫案发在一点钟内都抓到伊。这名嫌疑人他是因为没有接受定期的采验，因此遭警拦查，就心虚来冲撞逃逸。伊除了伫案线临时停车，佫连续弄红灯，伫红灯正外无拍红绿灯，等等几两项交通违规，加上伊期间逃走佫无驾照，总罚款金额是98,600元，而且嘛，伊。以上妨害公务，阁有毁损罪嫌，移送侦办。